太后，她还没有死。哎呀，真灵啊！告诉太后，告诉太后。 太后，你醒了。 怎么能睡在太后的床上呢？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！起来吧。你还记不记得你昏迷之前做过什么？奴婢想起来了，太后让奴婢试了一种药水。想不想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？ 把镜子给他。嗯。你自己瞧瞧吧。不过，可别吓着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会？你变年轻，变漂亮了。 脸上恼人的黑斑、讨厌的皱纹都消失了，这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这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别碰我！你一定是对我施了什么法术，或者我根本就是已经死了，看到的只是幻觉。把你变年轻漂亮了，你还有什么不乐意的？别骗我！ 快告诉我！快告诉我！滚！你怎么杀了他？你，他是该死。我得到不老药的事。 绝对不能泄露出去。
这青春不老药藏在这儿，你确定安全？这冰库里面大小各种机关紧锁，外面还有属下派出的绣衣使者严密把守，太后您就放心吧。太后，既然试药以后效果良好，您还等什么？我恨不得马上恢复青春，只不过算了，今天时候也太晚，改天再说吧。吕夫在。变年轻跟时间有什么关系啊？是你什么人呐？是你的心上人，还是从小到大指腹为婚的妻子？他哭了，是因为他心疼他。难道他真的是他的心上人，还是指腹为婚的未婚妻？他，哎呀，皮影啊，你为什么要睡不着啊？他哭不哭，他爱不爱他，他们是什么关系？哎呀，干你屁事啊！啊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啊。你也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了吗？发现什么了？没发现什么。没事就好，早点睡吧。
一个人赶到深宫来偷东西。把东西拿出来。挡我者死。太后得来不易的宝药，如今这宝药已失，你们四个狗奴才岂有活命请罪的道理吗？小人失职，甘受处罚。受罚？太后苦心陪着你们这些秀仪使者，你们今天反而误了大事，该惩罚的何止你们这四个狗奴才，就连你们的直属长官左右执法也难逃连带之罪。太后，臣以为住嘴。太后息怒，太后息怒。你既然知道秀仪使者有我指使，深受我重用，就不该多嘴，自讨没趣。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属下护保不力，请太后降罪。算了。折了这么多人，还不够我心疼吗？传旨，从优抚恤。谢太后恩典。刘轩，针对盗宝的事，你有什么看法？这盗药之人是个武功不弱的女子，只是有一点臣下不明白的是，这宫中戒备森严，兵库所在之地更是隐秘，这盗药之人不但对宫中地形极之熟悉，而且轻易地破了兵库的机关，这……你的意思是，并不排除是我身边的人所为。证据不多，属下不敢妄下断语。你们一定要找出此人，夺回宝药，势必将他碎尸万段。遵旨。刘轩，你留下，其他人先退下吧。臣遵旨。不知太后有何吩咐？轩儿，虽然你和吕福分为秀仪使者左右执法，但我真正器重的人是你呀。多谢太后厚爱。我相信你有办法从黑唇国夺到不老药，就一定有办法再把它从贼人手中夺回来，可别让我失望哦。是，属下必当尽力，这还请太后放心。宝药在我手中的事，你没向我泄露吗？太后，难道连我也信不过？哼，如果我信不过你，就不会当面问你。我只想提醒你，多留意周遭。毕竟这件事情非同小可。是，属下谨遵训示。好。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。我听说秦子今早回宫，就被你直接接到府里了。
啊，那是因为秦子他、啊、你不必解释，我知道秦子身体向来不好，有你照顾他我很放心。我想他心里也该乐意。萱儿，我的心意你应该明白。一日鸡在于晨，又是美好的一天。咕咕咕咕咕咕，该起床了，吃早点了。还有你，去吧。吃早点喽，吃早点喽。哟，你怎么那么皮呀？婷，婷，哎，早。哇，大清早就喂鸡啊，今天不赖床啊？当然不能赖床了，我多睡少睡一点有什么关系啊？但要把这些子子孙孙给饿坏了。可惨了、啊、喂鸡这个事情还直接给我吧，我爹、哎、什么我爹啊、你爹我师父在大堂等你了啊，一大清早的我爹你师父在大堂等我干嘛？我不晓得啊，赶紧去吧，我来喂。哦，好好照顾他们啊。知道了，来，哥哥哥来了，开饭喽。哎，你一口啊，我一口啊。大清早早，大清早，哎呦，我们都忙活大半天了，终于看到千金小姐起床了啊！哎，快过去，师傅找你有事呢。去啊！爹早安。哎呀，爹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等啊，等一会儿，你给秦子姑娘送药去。啊，你啊，这个煎药和服用的方法呢，我都已经列出来了，记得啊，要按步骤，不能打马虎眼。等等，爹，这事不是一直都是陶安做的吗？怎么？你有意见啊？我没意见，爹，最主要是我今天约都满了，你想想啊，我得要帮这个公狗做阉割啦，还要帮那母猪做减肥啦，还有要帮母牛接生，最重要的是我要帮隔壁那个老李呀、啊、他那个羊羔长了一个什么这么大一个。你可真忙啊。我本来一直都很忙的嘛。这死丫头整天就知道和动物为伍，让你出来做人啊真是太可惜了。呀，大姐，我是招谁惹谁啦？一早又没惹你，干嘛天刚刚亮就找我吵架？我就找你吵架怎么了？哎，哎呀，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吧，照师傅的话去做，要是不听他的话又得挨罚。没关系，反正每次挨罚都有唐安代替。既然什么事情都找唐安来代替，那为动物看病的事情你怎么不找他代替啊？对呀。爹啊，我是说这个唐安是个男的，那你想想看，这母猪要减肥啦，什么母牛接生，这唐安做他会尴尬脸红的。你这是强词夺理。哎呦，爹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晴子姑娘的病呢是很特殊的，而且你自己也看到了啊，而且呢我现在考虑她需要专人来负责，你师兄和你大姐都很忙，你呀、啊、我觉得你也该长进长进了。哎呀，快去吧。以后有什么问题呢，尽管找我商量啊。那麻烦你了，大师兄。你我掐死你，我掐死你，我掐死你！干什么？